我毕业以后也挺忙的，后来我们的联系也少了，好多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，有空你跟我说说呗。你想找什么？交女朋友了吗？没有。不是吧？真的。不过有喜欢的。什么样？漂亮吗？嗯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可爱。 反正我没见过，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你同学？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？怎么烫的？啊，刚做完的粥，没拿我的，突然打翻了，整个碗都不小心扣在了肩膀上，但没觉得多烫，就先去收拾碗的碎片。 后来去淋浴间冲凉水的时候才发现，皮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。听着都疼。放心，早就不疼了。我说了，别碰我的头，小孩头上三把火，你不知道。哎，青花是唐三送你的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他怎么不自己过来啊？ 不敢接你们呗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批评过他了，他就是细心，随时随地都爱演。我真的没生他气，我还得谢谢他呢。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啊，我还以为李金人真的讨厌我。什么逻辑？脑子摔坏了？别别别，放，咖啡来了。哎，咖啡来了。 并没事。谢谢，哎呀，听起来都苦。哎，我的呢？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喝咖啡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对了，李先坚喝焦糖玛奇朵都加糖。你和林霄的关系，衣服、洗漱用品我都给你分包里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个采访，要不我就陪你了。不用，我胳膊上还在吗？没事。林霄的睡眠障碍真的没事吧？睡不着怎么可能没事儿？你说会不会跟他妈妈有关系？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上学，还不是因为他妈妈吗？我就说奇怪了，他妈妈怎么突然把他放回来了？哎，你小心你哥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啊？他那个妹妹不是很粘他吗？你瞪我干嘛呀？我说实话而已。我早断奶了，他自己有腿爱去哪儿去哪儿。而且男生外向，说不定哪天就被哪个野女人给拐跑了，是吧？ 给我吃一个。啊！上火。你是饿了吗？爸不是带粥了，你都喝完了吗？看你们吃东西，我不吃点什么，觉得挺无聊的。哎，要不咱今晚上回去吧，明儿等他过来。让你住院两天，等好了就出院了。 我要不会店里天没人做呀。先放放你的事业，先安心养病。哎，我记得小时候天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小时候夏天在小区乘凉，爸跟我们说，天上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那颗星星，是太白金星。
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当然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城市灯光多亮，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。新加坡也是这样吗？嗯，也很亮，除非去山里，没有灯光的地方，或者天气好的时候。哎，那咱们也去山里玩呗，找我二姨。我不去，你二姨家厕所跟猪圈连着。我二姨家早就不养猪了。哎，不行，给别人添麻烦。也是。 现在过年过节打电话，感觉都没话跟他们说，很正常。你们都没在一起生活，有什么可聊的呀？最多也就是说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，小时候怎么怎么样。哎，我跟你们说过吗？我刚去英国那会儿。 天天都想回来，语言不通，吃的也吃不惯，跟赵国光天天对着干。只要是看到天上飞过飞机，就想跳上去飞回来。说过，嗯，我也非常理解。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，富二代都不能安静的继承家里的遗产。那我倒是想帮忙继承呀，没人找我呀。我找你帮忙，等我以后赚了钱，都给你换。不不不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。 嗯，你说的倒是好听，你这么聪明，赶紧把那个什么染给甩了。甩什么甩啊？我们好着呢。对，赶紧甩了。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怎么就不是好人了？我们认识好多年了，知根知底的。哎呦，还知根知底，就他那疯疯癫癫的样儿，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。我就找人谈个恋爱，又不是找人过日子。你真喜欢他呀？喜欢啊。你想清楚。 你真喜欢他吗？反正我挺开心的。开心个屁！什么？你哥说他就是个屁。你放屁！我哥才不会说屁呢。你自己问他。哥，他是不是污蔑你？我是不是污蔑你？当然。哼。 都这样了还打人啊！我怎么不能打你？赶紧把护士给我吃一根。不可以。怎么不能吃？上火。吃一口嘛。不行。耍我是不是？啊，我不逗你了，这。我也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腿撑不起来。不可以。坐下，哎呦！真是你们这么逗我。 38度5，没事儿，身体有炎症，发烧也是正常的。先喂他吃这个药，多喝点水，观察一下。好，谢谢护士。不谢。吃药。下车。再喝点，再喝点。医生说要多喝水。 睡会儿吧，我不困，我夜猫子，你睡吧。哎呦，你这样看着可真孝顺。你别占我便宜，孝顺不是用在这儿的，睡吧。 他非常沉默。
从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，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怪胎，我倒觉得还好。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话。我常常看见他窝在书店角落安静地看书，完全不理会周遭的世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会在这里那里遇见他。他看起来就跟我一样孤僻。麻烦帮我查一下贺子秋在哪个房间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谢谢啊。哥，哎，不用查了，谢谢谢谢。嘿，啊，小哥到底在哪个房间啊？我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啊，跟我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还没伺候过爸呢，就先伺候你了。慢点擦，谁给我蹭伤口了？话怎么这么多呀？抬头。嗯。李尖尖。啊，人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哎呀，你乱撞什么呀？你还没擦完呢。你先坐啊，我先给小哥擦一擦。哎，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哥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？怎么说话呢？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带了礼物。这里头是什么呀？我自己做的。哥，拆拆看看。谢谢啊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？我这几天做的，就这一个。什么东西？嗯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哥就是我哥嘛，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是。来的时候尝俩体温。37.6偏高一点，基本没事了。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等医生查完房以后再说吧。啊。这边没有擦了，哎呦，躺好躺好，这边没擦完，不是，那边没擦完。哎呀，这边没擦干净，你别。撞坐，大家撞坐撞坐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把你捎过去吧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啊，我都是晚上工作。都快中午了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啊，走吧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好，反正那个雕塑论坛什么人都有，很多人专门追着我骂，说我的作品根本没意义，就是哗众取宠。要不是李尖尖当时鼓励我坚持下去，我被打击的都要转专业了。我是问你，为什么喜欢李尖尖？这都是理由啊，我都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。可是他没有让你着迷的腰臀比例。那倒是，不过这不重要，我要的呀是灵魂伴侣。身体的戏从来都是一时的，所以你承认他对你没有吸引力？当然有，上次我在雕塑展上见到他，我就觉得他特别鲜活，野生野长的感觉，我就被打动了。你没有妹妹吧？我是独生子女，我爸妈也是，所以堂妹表妹也没有。所以你见到李尖尖，就很希望他出现在你家里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我当时我就觉得李尖尖就应该在我家才对，家里热热闹闹的，多有趣啊！李姐，很多独生子女都希望家里有兄弟姐妹，打打闹闹的，多热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
我是真的很喜欢他。你再考虑一下吧。你们俩做朋友没有问题，但交往的事情还得慎重。谈个恋爱慎重什么？慎重考虑一下，值不值得因为一段短暂的爱情而牺牲掉一个灵魂契合的好朋友？吃饭吧。我听说，越是在某些领域比较优秀的人，越是容易得抑郁症。凌霄得焦虑症，太正常了。他这么聪明，不得才怪呢。别瞎说，这跟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？那就是被他妈妈折磨的。哎呀，我以后要摊上这么一个婆婆，我日子怎么过呀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书，比如说《百年孤独》这种名著，我看两页就想睡觉。行了，就这本吧，我控不死他。走吧，我们赶紧还要去挑壁纸呢。谢谢师傅，谢谢。没事，不客气。谢谢师傅，辛苦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师傅了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松了，心情就舒畅，就容易睡着觉。慢点，慢点。好好好，来换个鞋，换鞋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得洗澡了。不行，你这伤口要沾水了怎么办啊？要不你再忍忍。我忍不了，我现在浑身痒痒。李姐姐，哎，不不，凌霄，你帮我洗澡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的呀！哎呦，我身上痒的不行了，走走走。那别碰伤口啊！哦。真好，我也想有个哥。有个哥给你洗澡啊？洗完澡赶紧带他们过来，我们吃火锅。我小哥这个样子，你让他吃火锅？鸳鸯。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吃饭了。唐三呢？他在卸妆，我们先吃。哦，先吃先吃，来，先吃先吃。要吃吗？吃完呢。谢谢学长。来，咱们整一个吧，庆祝子秋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好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。干杯。大难不死，大难不死。丸子，我有丸子。别着急，我给你蘸个料。来，来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这个蘸了蒜，哎，蒜会不会刺激伤口啊？蒜可以少吃点，蒜杀菌的。好不容易能吃上肉，不用喝粥了，帮我下点肚吧，快点。啊。哦，哦，有点烫。你怎么来了？子秋说吃火锅，我就来了。啊，你别客气啊，多吃点，毕竟你是我客户嘛。他是你客户？啊。哎，给我拿瓶酒。喝一个吧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喝一杯。嗯，今天开心啊！大家多吃点，都算我的。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干杯！算你的，算你的。干杯！干杯！
身体不好。开心。林姐，是不是唐三叫你喝酒的？听的是。错，你们都以为唐三是一个精通吃喝玩乐的，其实爱喝酒、爱唱歌的人是月亮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！嗨，我想喝酒。大哥，哥，不行，你受伤喝什么酒？瞎猜瞎猜，真是。其实，昨天我就开始想，如果我小哥真的被撞死了，我得多后悔啊！哥，小哥，啊，真心的，欢迎你们回来。